Um, the second one will start now. We will have a video from uh, Jin Li Hao, and after the video, he will be able to answer one question because the video is 11 minutes, and uh, he will be here for answering a question. So please, we can play the video. Thank you. Xiao Yi Bo Yi, 来自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我的研究方向是数字知识政治学。我的维基用户名是 GANLIHAO。A N L I H A o、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三个。第一个，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维基百科编辑中的消歧义行为？消歧义行为和空间有何关系？ 平台空间如何影响维基百科知识的合法性？经过二十二年发展，维基百科已经拥有超过六千万篇文章，三百多种语言社区，近三十万活跃编辑。创始人威尔士提出，我们要打造一部全面、均衡的高质量全球知识的百科全书。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知识是和话语权是密切相关的。 这一个认识在学术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就早已指出，人类知识来源于话语权利的塑造，也塑造着政治权利机构结构。布迪厄在行动者网络视域下描述了实验室中的研究者如何利用权力、资金和话术等斗争生生产科学知识的过程。但是这些研究都集中于关注人类对。 空间平台中的内容合法性争夺，却忽视了对空间平台资源自身的争夺。也就是说，知识内容需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存在和显现。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争夺空间显现的空间资源就会成为各方斗争的重点。即，空间中的呈现与否与呈现形式，会成为我们知识合法性博弈的关键点。 那么，在维基百科平台中，到底存在哪些有限的空间资源？为什么这些空间会为不同的社群成为一个激烈的争夺场域？这些空间中存在哪些知识博弈的社群？这些社群各自征用了什么样的话语资源，服务于己方知识的合法性建构呢？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回应和展开，本话题准备。 本文尝试对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中的数字知识空间实践进行反思。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肖奇义，在维基百科全书中的编纂实践中，肖奇义是重要的信息处理环节，其确保了用户能够准确有效地搜索到知识。也就是说，维基百科全书的信息资源存在着大量的奇异现象，即相同名称对应不同实体。 比如苹果可以是指代一种水果、一家科技公司、一部电影或者一首歌。对对于这些实体的排期，是信息检索、信息抽取、语义计算、知识库构建等领域研究的重点难题。即维基百科必须考虑信息搜索者的不同需求，尽量给出搜索者最优解。因此，从计算信息科学视角出发，对消歧进行优优优优化方案。 是我们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点，但是在我们这篇文章中，希望我们能够重新理解肖企业。肖企业它不能够仅仅被视为语义学、认知学和信息技术学的问题，还应该被视为语用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在互联网知识中存在的空间中，并不是通常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无限拓展的。 而是有时在眼球注意力稀缺性的情况下，会呈现出有限的形态，比如条目标题空间、搜索定向空页面空间、同一页面中的排列空间等。这些空间位置都是维基人在进行消极行为时话语斗争的场所。我们研究方法是网络中继民族制的方法。由于我们的维基百科社群是一种全球性的流动性的匿名网络群体。 通常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深度访谈，所以我们只能采用盖格所提出来的中继民族志的方法。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研究：第一个是搜索栏空间中的主名称合法化博弈；第二个是消歧义页面空间中的意象排序博弈；第三是地图空间中视觉符号博弈。 搜索栏空间中的主名称合法化博弈，主要涉及到搜主名称合法化的导航路径博弈，到底是要关联到主名称，直接关联到主名称，还是关联到消息页面？主名称合法化的数据标准博弈，搜索数量合法还是链接数量合法？主名称和合法化的条款诠释博弈，在我们的无数条社群条款中，我们到底运用哪一条条款？ 每一条条款又是如何进行诠释的？这些都是我们社群重要博弈的关注的对象。第二，消极页面空间中的意向排序博弈，在我们消极页面中，意向是从上往下排的。那么从上往下排，它的顺序不同，意味着它的重要性不同。那么我们社群到底是采用阅读兴趣排序法呢，还是范畴实体层级排序排除排序法？ 还是时间先后排序法，还是字母排序法？采用不同的排序法呢？其实是可以使不同的意向啊，它会从上往下具有不同的顺序，而社群就会利用这种不同的排序法来为自己所认可的意向的重要性来进行一个博弈。地图空间中的视觉符号博弈，在我们的肖奇艺和我们的条目中有大量的配图，那么这些配图它如何去展现？ 它的图图列标注如何标注，颜色如何消极地名如何标注，也成了我们社群围绕着消歧义长期话语博弈的一个对象。所以，通过我们的消歧义斗争的这些分析，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数字知识空间中的合法化政治。哈贝马斯，他哈贝马斯提出公共公共领域的概念。 那么，随着这个全球互联网的出现，网络空间有不少学者被视为平等性、开放性、互动性和多元性通论中的这种公共领域。我们能否更好地推进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想呢？维基百科消极斗争使我们不得不从数字空间资源视角进一步思考互联网理想言说情境成立的预设条件。首先，互联网中开放透明的讨论。 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形成共识？其次，地域地地位平等、机会平等以及无强制性，是否会一定形成理想言说情境？最后，满足有效性三原则，是否一定能够形成理想言说情境呢？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文章分析，对这些都提出了质疑。同时，我们通过分析互联网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空间资源。 我们还可以继续对一些知识的生成机理再管窥一二。首先，互联网中存在着两种数字之空间形式：一种数字空间资源是无限生长和开放拓展的，比如服务器的存储空间、互联网网络的延伸空间、互联网连接的链接空间、互联网平台的拓展空间；还有一种数字空间资源是有限、稀缺和闭合排他的。 比如导航链接之处、搜索排序先后、标题字数空间、网站首页面和链接页面层次等等。第二，由于数字空间或可获得性不同，网络社群会形成不同的交往方式。第一，非零和博弈的做蛋糕思维方式；二，零和博弈的分蛋糕思维方交往方式。和我们的资本控制的维这个互联网平台相比。 非盈利性的互联网平台虽然整体上防止了市场经济和行政部门权力侵入公共领域，但是它的局部区域依然存在着抢夺空间资源和零和博弈的现象。这种现象会造成空间的知识建构无法摆脱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偏见，即立场迥异的社群通过拣选诠释、人海战术、时间消耗等策略，巧妙的利用社群规约，塑造符合己意的知识话语。 从而导致该局部空间呈现为一种非常隐蔽的虚假客观性、非理性压制、冒充理性辩论、修辞博弈取代程序争议、争论压制商讨。所谓共识，并非是在尊重和承认其他参与者基础上的思考，而是排斥他者后的少数派意见。所谓知识，不是诉诸彼此观点的妥协和融合，而是通过比拼时间、精力、对规则的熟悉度和人数多少的结果。 然而，从知识传播视角看，我们不能因为上述分析就完全接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观。本文还是不得不强调，虽然维基百科消极行为存在话语博弈和话语压制现象，但是不能用此来否定哈贝马斯话语政治理论的实验现实价值。总之，我们既要看到知识传播局部空间领域中的零和博弈现象，也不能忽视互联网空间领域中的。 这个话语民主贡献，也就是说，维基百科平台存在两种知识：零和博弈空间知识和非零和博弈空间知识。对于前者，由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维基社群会催生各种阴谋诡计、话语技巧、权力压制、政治博弈，从而导致某些维基百科知识呈现为福柯眼中的排他性、压制性的现实特征；而对于后者，由于空间资源的无限性，维基社群常常能够实现。 哈贝马斯的商谈理想，即通过对话和商谈，在更高层次上达成理解和共识，从而更接近维基百科创立者威尔士所倡导的打造一部全面、均衡的高质量全球知识百科全书的宏伟目标。谢谢大家。好。 呃，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喂喂喂喂喂，有问题吗？啊？OK，大家有什么问题吧？啊。好，嗯，呃。 嘿，啊，嗯。 因为我也在做就是维基百科的研究，但是我的研究方向可能是关于这个机器，呃，在这个维基百科中，它如何和人类的编辑者进行协作，然后包括人类的编辑者如何去评价这个机器的工作，然后以及他们中间的情感啊，然后观念上面的交互，所以想问一下老师，目前有没有对这个方面有一些研究？Yeah. 呃，需要我用英语再说一遍吗？哎、呃，哦、嗯啊，好的。 Oh, okay I, I will translate to English yeah because uh, I'm uh, focused on the uh, academic research on Wikipedia and uh, um, I focus on the topic that uh, how the uh, robot works, on, uh, works in Wikipedia and uh, how they uh, co cooperate with human editors and I'm wondering uh, the professor again uh, if you uh, y、yeah, e you noticed the phenomenon and how you evaluate this this problem in that the mechanism between robots and human editors. Yeah, that's all. Thank you. 好、啊，这个我首先谈一下，就在我们的互联网知识生产中，机器人，呃，它它现在在我们的维基百科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维基百科的知识中呢，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有这种校对的角色，那么还有标注、生产各种地理条目的啊，我们有很多机器人呢，还有可以还有反这个破坏的，它对我们整个维基百科的这个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维基百科机器这个机器人大概有两千多个，那么呃，我们甚至有一些语言的这个社区，它的。 机器人编站的条目可以占到百分之七八十，比如说术语。所以说，对于这个机器人，它对我们维基百科的贡献，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问题是就是由呃机器人，呃我们还不能不不不不能不承认，目前在维基百科中，机器人大多是弱人工智能，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维基百科，我觉得现在目目前需要面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呃，说一重命题，就是随着机器人它的水平的越来的越越来越的这个重要的提高，那么他们的会逐渐转变成一种强人工智能。那么这种强人工智能，他们会在 ChatGPT 一些大数据的一些影响之下，会大量的生产出我们维基百科的知识。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机器人？那如果这些机器人它有情感的话，我们又怎么去保护我们维基百科的知识依然是我们人类的知识，而不是机器人的知识？那么这个里面，因此我觉得我们是需要设定一些保护机制的。我觉得目前为止，对于弱人工智能这个保护机制设定的是非常好的。我有很多文章都是写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感因为时间限制。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文章。那对于强人工智能的保护，也正是我，也是我们是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怎么才能够去有效的保证我们的知识依然是人类的知识？好，谢谢大家。thank much。you very、much.